若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利益，那这世上还会有顺心的人吗？那当然不可能啊。你看人家不顺眼，人家也看你不顺眼。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？世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就是不让人家顺心的过日子。是啊，江洋大盗杀人掠货，夺人钱财，无非就是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重。商人贩卖假药，只是为了赚钱，不顾别人的死活，那也是为了自己。可是说到底，他们顺心了吗？没有。虽得到了钱财，但是却种下了不安、掩藏度日的后果，甚至是牢狱之灾啊。那我更不懂这普门品内的经文。如果这些为恶的恶人，只要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就能得到解脱，就能从中解除一切的罪孽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观世音菩萨的灵感也未免太过泛滥了。你错了，菩萨并不能帮人除去一切的罪孽，菩萨只能引领你，开启你原来具有的善性与慧根。你想，人如果能放下我执，不再以自己的标准打造一个自己的框框去衡量别人，就如同在走路时，你愿意放弃后脚这一步，自然就向前迈出了。当你愿意虔诚地涌出观世音菩萨圣号的时候，这就表示在你的心里，替别人也替自己腾出了空间。愿意持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就是认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、舍己为人的精神。不断的持念，就是不断的提醒自己，在生活中要如观世音菩萨一般的慈悲、宽容。如果能够持续不断的念，彻底体悟观音的精神，那再恶的人，他的恶性也会除去的。你要知道，造业种种，是因为心存恶念，所以顿悟也需从心转念。所以菩萨与凡夫不同之处，就在于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，殊不知果由因生。心性的开启，让我们在心底替别人留下了空间，就能避免种下恶业的因。承念观音圣号，修持慈悲法门，这就是与观世音菩萨感应道交。既然观世音菩萨如此的灵感，如果我真诚地相信他的存在，诚心的祈求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弥补过去的遗憾，换回我失去的亲人？你呀，愚痴啊！来，我们把经背完吧。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合掌向我，而作誓言：Ugh.
后一张了。开门！哎，老爷，老爷等我，老爷等我啊，老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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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我，老爷，哎呀，好兴奋呐、啊！怎么了？哎，张安呐、啊，万一今天我比试我……哎呀，老爷你别担心，没问题，是吗？小的已经帮你做好万全准备了，真的真的，那就太好了。哎哎哎，张安呐、啊，我是一个字也记不起来啊。哎呀，老爷你放心。绝对没问题啊！我把该清除的人马、该威胁的人，我已经帮你处理得干干净净。真的？还有啊，我在所有的路口啊布下暗桩，让经过的所有人，老的少的，只要是公的，我都把它清除得干干净净，让他回家。到时候要祝贺一下，让老爷一路顺畅，跑得美人归。好好，走。哎，老爷，我告诉你啊，另外。我还帮您准备一些扬名助威的东西，一定让老爷是全场最瞩目的焦点。最瞩目的焦点，没错，让那个卖鱼女印象深刻，印象深刻。对，啊，照你这么说，我不自信一点都不行了。当然要来点自信了。哎，来，把这个披上啊。哎呀，小的，先在这儿恭贺老爷啦。哎呀。客气什么的，你也有功劳啊！没有了，老爷。张安呐、啊，哎，这等我娶到卖鱼女之后，那夫人呐、啊，哎呀，老爷，夫人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标准吃软不吃硬啊。她气归气，你只要姿态低一点，她再怎么气，时间一久就没事了嘛。哎，而且再说啊，再说你跟那个卖鱼女加把劲儿。这个胖娃娃，让你煮成熟饭，他怎么气得过呢？谁让他老母亲生出蛋呢？是啊是啊是啊！对不起，谁叫这么说的？是。哎，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是吧？对吧？那咱们就加把劲儿，抱得美人归。什么时辰啦？要考试了。哎呦，干什么了？痛死我了！哎呀，什么时辰了？什么时辰了？要去比赛背经了啦！啊？那文房四宝准备好了没有？在那边了。好，哎呦，奇怪了，文房四宝，你去哪儿？你拿我的文房四宝干什么？把我的文房四宝还给我！是谁说的？把障碍物都已经清理干净了。嗯。看什么看呢？老爷，他这是个刀。哎呦！这！哎呀！是的。
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这什么回事。你不知道？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别说你不知道，你最好给我知道。要是今天我娶不到那个卖鱼女的话，我唯你是问。唯我是问。没错。哎，有了。等一下，你别跟我说有了。要是你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，我唯你是问。对，我唯你是问。对了，老爷，您不要忘了，我们还有第二个。哎，老爷，请坐。哎，你干什么干什么？干嘛摸什么摸啊？摸脏了谁赔呀？你们啊？哎，老爷来，哎，老爷，哎，让开，哎，少爷，哎，张大张老爷，你用这么大的伞还这么考究，真是派头十足啊！你今天可真是威风凛凛，虎虎生威，特别是你这身打扮，这颜色搭配，更衬得你是英姿。哼，好说啊，小安子。哎，这人说狗嘴吐不出象牙，这李秀才这么夸我，怎么我越听越别扭？我也这么认为，怪了。嗯，好说，好说。可是我怎么觉得张老爷这身花花绿绿的，跟那庙会里游街的七爷八爷完全一模一样啊！哎，爷，哎呀，小六啊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啊，谁不知道我们张大张老爷身上处处玄机，处处讲究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说不定他那一身呐，又是哪流行的呢？哎呀，你刚才说的是啊，咱们老爷这身打扮呐、啊。可是，在御用布房里面最时新、最流行的布料改的，哎呦啊，是街里面最时髦的。哎呀，张老爷，您这么大的阵仗，也是来参加默写经文比赛的是吧？没错。你想娶卖鱼女回家？了不起，我李某啊。真是非常佩服张老爷的决心呢、啊。张老爷啊，您家已经有一妻三妾了，真没想到这婚姻的泥淖不但没有阻碍你，相反的，反倒是更让你义无反顾的勇往直前。佩服，我真是非常佩服你、啊。哎呀，我想这一次啊，您这么多夫人，都应该是倾全力来支持你参加这一次的比试吧？这。关你屁事！对，关我屁事。好，我多嘴。哎，我说李秀才啊，你不是一向自命清高的吗？哎，这次你怎么，这，鄙夷女色？对，你不是一向鄙夷女色吗？怎么转了性了啊？来这凑热闹啊？非也，非，我是来参加比赛。什么？你来参加比赛，你来参加这个背诵经文的比赛？对呀、啊，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这，难不成你也想抢那个卖鱼女娶回家做老婆啊？啊？哎，这什么表情啊？这，那你来这干嘛的？张老爷，我说你的逻辑不对。哪里不对了？要娶卖鱼女回家，就得先赢得比赛，这是规定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可是没有规定说赢得比赛就一定要娶卖鱼女回家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这不就对了？我来参加比赛和娶卖鱼女回家完全是两码子事儿，您说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这，哎，你到底来这干什么的？因为我喜欢，对，我李高才这辈子最喜欢的。就是考试，啊！这你，哎呦，你有病吗？这是，真是！哎，老爷，坐，别理他啊，坐。老和尚，
别开我玩笑，快把我的文房四宝还给我。哎呀，来来来，请在请在啊。哎，是哎，怎么了？哎，行啊，哎，再来。老和尚，你怎么反着跑啊？那是出城的方向，别闹我了，来不及去北京了啦。哎呀，哎，比赛北京啊，啊，哎呀，好小子，敢跟我们老大仗义！你等等，哎呀，等等，哎呀，累死我了，哎呦，累死我了，我这把老骨头啊，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，我要回去休息了，拿去。哎呀，你什么呀？还你呀我的，你不是要去参加墨镜比赛吗？快去快去啊！哎呀，人呢？比赛开始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了，别耽搁大家的时间，你快找个地方准备开始默写吧。比赛开始，结果。开始默写的时候，你就看前面人背影，答案就在里面了。我默写完了。嗯，李秀才果然是金沙滩数一数二的才子，写了一手好字啊。李公子的字
确实独树一格啊。谢谢将军还有姑娘夸奖，把字练好是我们读书人的本分。好，告辞。请。我看这年头真是反了，连个卑贱的奴才都敢跟主人抢女人呢，哼，真是不要脸。哟哟，干嘛啊？还真拽啊。瞪，哼，瞪你个斗鸡眼。下一位。快点啊，快点啊。哎呀，老爷，原来你没成全呐。小安，那都怪你，都怪你呀，都怪你。哎呀，你怎么找一个这么会出汗的人帮忙啊？经文呢抄在他背后，这汗一出啊，全都化开了，我什么也看不见，我怎么办？我再给我负责。我负责啊。你当然负责了，你害得我输给李高才，输给马亮，还有啊，我的鳗鱼你都输掉了。你要负责，你要赔给我啊。你要赔我呀。我不管。老爷，你能这样吗？你要赔我呀。你要负责啊！哎呀，他们在笑我，你看看，不要笑，不要看了，干什么？走开，干什么？走开，走开，走开呀！你们没看见我走啊？走开啊！滚呐！快点滚！走开！滚！哎呀！老爷，好了，您别闹了，别哭了。老爷呀，不瞒您说啊，我这事早就准备好了。什么？这抄经怎么能保证没有抄错呢？对吧？就是嘛。对呀。不瞒你说，我写的那个字啊，我连自己都看不懂啊，真是丢人丢死了。所以喽，我跟将军府呢那个家丁讲好了，拾起银子啊，就让他把那些旧的丑的试卷给抽掉，换上一些新的跟漂漂亮的试卷给弄进去。老爷，你就甭担心了，真的。那才让我去考试啊！走这一趟多辛苦，你知道吗？我眼睛又不好啊，这抄下来很酸的，眼睛酸，手也酸，真是累死我了，真是。不是啊，老爷，你不能怪我啊！我们再怎么样，总得上场去做做样子嘛。我啊，上场做样子？啊，对呀。那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啊，老爷。那。我娶得到那个卖鱼女吗？包你，包你娶得到？真的？哎呀，哎呀，这人一高兴啊，就放轻松，一放松啊，这个肚子就饿了，就想要吃东西了。那咱们上全聚德。嗯，全聚德。好吃啊，那里东西好吃啊，好吃啊，哎，对不对？我看你的样子，你好像是老爷啊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我是替老爷着想，我哪替自己想呢？是吗？老爷，不要花脑筋，不是吗？哦，那我还得谢谢你喽。那您就别客气了。是吗？对不起，老爷，对不起，老爷。好，那咱们走。哎，走走走，哎，给你披上。哎，来，老爷请。像个状元的样子。是是是，就是。哎呦，漂亮漂亮，你慢点吧，这样果然名不虚传啊，漂亮，真的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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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大姑娘，我找了您半天了，原来您在这里，我是将军府的家丁，麻烦您去将军府一趟。我知道了。这账单是全聚德的，接着呢。这是祥符布装的，
这是戏子看戏的，这是斗鸡的。这是赌场的，那碟呢？哦，是什么？拿给我看呢。哦哦，别藏了，你就拿给我看呢。这什么账？是万花楼的。528两，这月还没过完呢。老爷他人呢？不是叫你跟着他，他人上哪去了？夫人，老爷他上广场参加背景比赛去了。哎、老爷今天可威风呢，那描金的伞，香喷喷的红色试卷纸，获得压倒性的称赞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下一位，今天墨经墨得怎么样啊？哦，你还敢问？你今天早上拿着我的文房四宝到处跑，害我迟到。哦，我明白，因为迟到，所以不顺利。不是，是你让我觉得很丢脸。丢脸？哦，嘿嘿，我明白，是因为丢脸，所以让你忘记了经文，默不出来了。不是，我全默出来了，而且一字不漏。那是字写错了？也没有。那你有什么好烦的？经也默出来了，字也没写错。你还怕娶不到卖鱼女子吗？谁在乎这些？嗯，不在乎，不在乎你烦什么呀？我烦，我烦，我要你管啊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因为迟到丢脸，怕卖鱼女子不开心，看不起你呀、啊？我才没有怕她不开心呢。那你烦什么？我老爷，来来来，全给我站住！这不管了，怎么还没睡呀、啊？这句话应该由我来问你吧？啊，我说老爷啊，哎，这天都这么晚了。哦，你上哪去？这，老爷，怎么？这马亮不在，你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吗？哎呀，夫人，您这话说到哪儿去了嘛？我说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明白，也用不着我多费唇舌了。这以前的事嘛，就让他过去。哎，对对对，夫人说的有道理，果然是夫人呐、啊，有道理有道理。这个俗话都这么说了吧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啊。这人呐、啊、是要向前看的。哼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向前看。说得好，这说的可真好啊。所以你想娶那卖鱼的女子回家做老婆？把我这正牌的夫人一脚给踹开！哼，
这样，旧的去了，这新的也来了，你就更能往前看了。这不，夫人，夫人不是这个意思，没有这个意思。那个卖鱼女子，我对她一点意思都没有，没有什么意思。没这意思。没这意思。难道是我耳背？我连话都听不清楚了吗？夫人，我的意思是你知道的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就是……你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想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参加背景比赛？啊，这我……你不要说你没有，我有，我有，我有，但是我是有原因的，我是要替我们家争光，替你争个面子啊！这理由可太好了，替我戴顶高帽子。这责任一下就全揽在我身上了。这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我真的是有原因的。李高才那个王八蛋，他当众羞辱我，说我没用，说我笨，说我生不出儿子，说我不会背经文的。你说我，所以你就想娶那卖鱼的女子回家，光宗耀祖？对，没错啊。不，夫人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真的是想为我们家争光，跟那个卖鱼女子没有关系啊。是吗？是啊，所以你还是要继续参加比赛喽？要，当然要啊！不过不是为了娶卖鱼女子，而是要跟李高才一较长短。夫人，你放心，你是咱们金沙滩数一数二的贤妻呀、啊！你的宽宏大量，你的妇德贤淑，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你的好，大家是看在眼里，读在嘴里。我做一个夫婿，张大。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怎么会不好好的珍惜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好，哦，不知好歹，说完了。哎呀，老爷厉害啊！你还敢说？平时啊，吃喝玩乐、鬼点子最多的就是你了。刚才夫人在的时候，你舌头都跑哪儿去了啊？被狗吃了是不是？老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那夫人是我的克星，我一看到夫人我就，你还敢说、啊？什么都没有了。不过老爷啊，我还真的佩服您啊，短短几句话就掐住夫人的要害了。既然所有人都看着夫人娴熟，这么爱面子的夫人，她怎么可能摆下脸把事情闹大呢？是不是？这叫高啊，小的自叹弗如啊。哎呀。长安，哎，你要学的东西还真是多着呢。嘿，老爷说的是。哎呀，玩意儿不耍你，没你了，没你了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哇，老爷，有这么多人通过啊！哎呀，看，让开，哎呀，我看看，看看，有，有二四六。哎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我在哪儿啊？还有啊，就在那儿啊，你没看到啊？哎，有有有啊！哎，我中了，我中了，我中了，我在哪儿中了？谢谢。哎，你看，这李高才的名字，干嘛要放在你前面呢？我这啊，这不可能吧？这根本不公平嘛！偏心嘛，这偏心呢，这是。哎，马良的名字也在上面了啊。我过了，我过了，我过了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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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马良，你不要脸的东西！嗯，张老爷，您说我不要脸，可是这是个公开的比赛，为什么你能来，我不能来呢？哎呀呀呀呀呀！你可是狗奴才啊！狗奴才啊你啊！就可以跟我这样说话了啊！张老爷，我已经不在贵府工作了，这狗奴才的称号，我可担不起。哎呦，哎呦，你看，马良，马良，你可拽了，你翻脸跟翻书一样啊！你反了你啊！了不起啊！也不看看你自己，真是的啊！将军，将军，经过第一次背经的比赛呢，共有19名青年，默出了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全文。耶！这19名青年，一字不错的默全了经典，十分可贵。耶！各位刚刚所提到的问题，我们也都注意到了，因此也想出了对应的方式。现在就向诸位公告，
各位，有这么多人愿意为小女子背诵经文，小女子感到万分荣幸。但是小女子一人实在没办法嫁给十九位男子，所以必须由其中选择一位作为夫婿。哎，姑娘，您说的太对了，但是请问姑娘的方法是？什么办法？方法很简单，小女子再出一题，比的还是记忆佛经。不过这一次记的是《金刚经》，只要能够背熟《金刚经》全文，通过三日后的比赛，就是小女子的夫婿了。还要背经啊？安静，大家都听清楚了，就请这十九名青年回家准备。至于比赛的方式呢，未免有人作弊取巧，所以我们将于比赛当日公布，三日后四时照旧在城门楼广场集合。阿庆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你听我说啊，你别痴心妄想，那卖鱼女子啊，迟早是咱们老爷的。看你这个穷酸样，你这一辈子永远也沾不了边呐！啊，听见了没有，穷酸鬼！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？哈哈哈！不要脸！我生气呀、啊！我生气！我生气、啊！哎呀，老爷，老爷，气死我！哎呀，哎，老爷，你别砸了！这个狗奴才，我就……老爷，你别了！我你这砸烂他所有东西，伤不了一分一毫吗？是不是呢？你干嘛只有自己亲自？哎呀！狗奴才！狗奴才，我想到他我就生气。老爷，哎呀，老爷，你干嘛自己生闷气嘛？你伤就伤别人嘛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伤他个人。对呀，你说马良，当然了，你有办法。嘿嘿，老爷，嘿嘿，别人侮辱老爷呀、啊，就等于在我心口上刮一块肉啊。只要让老爷不开心的人，那我当然好好的教训他，不是吗？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好，怎么没有白疼你呀、啊？老爷好说，这一次我要好好的教训马良这个狗奴才，让他痛不欲生，害我被赏了这么多巴掌。夫人，您要的账本我找来了，在您房里呢。夫人。啊。什么事？您要的账本我给您拿来了，在这儿呢。啊，放着吧。夫人，您喝茶。哎呀！那卖鱼女子的事，你到底知道多少？夫人，我能知道多少呢？她真有这么好吗？夫人，他没您好。你不要拿我跟他比呀。是，一个姑娘家，不好好在家待着，偏偏要抛头露面的出来卖鱼，让所有的男人围着她转，她就高兴了。有哪一个良家妇女，这样抛头露面公开找丈夫的？哼，把我们女人的脸都给丢光了。哼，她到底用了什么媚术？
什么心啊？他为什么要来这儿？哪儿不能卖鱼，偏偏跑到这儿来？为什么要勾引我的丈夫？他到底想干嘛呀？他，夫人，杏花，咱们到将军府去，走。哎，干什么？干嘛？哎，干嘛？让我进去！快点，我想跟卖鱼女说些话。不行，将军说过，背经比赛期间不准任何人来打扰他。你就去跟他说。跟他说，说什么说啊你！哎，这，哎呀，哎，每天每夜有多少男子说要见姑娘，这种理由啊，我听得早就不下千百遍了，都让你们进去了，那我们将军府的面子往哪摆啊？我，哎呀，这个你们说不听啊，给你脸你还不要脸呢？走了，夫人，求您替马良求个情，让马良进去。张夫人，我要见一下卖鱼的女子。是，张夫人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请坐。哼，小人挡刀不怀好意。你就是那个卖鱼的女子。姑娘，是我啊。马良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张夫人，有没有为难你啊？张夫人人很好，她不会为难我的。哦，我要告诉你，我过了，我过了背经比赛。哎，你小心点，你现在的处境有危险。我没有输给张大哦。这墙这么高，你小心点，别摔了。我会保护你的，为了你，我赢得第二次背经比赛。听到没有？我会保护你的，姑娘。你先保护好你自己吧。